就是我永远不会再发动战争，让其他国家意识到日本没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利益，也不会发动战争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日本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，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军自卫队呢是45000人，你看着这几个数加一块呢不到25了，这在世界各国家的军队规模里算比较小的了，这不算是很强大的，这没有问题。
当时呢，日本出了130亿美元的军费，但是日本呢，由于没有集体生育权，不能派兵，所以最后科威特在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上呢，刊登广告。这个那个一样，甚至就要动手开始修改日本的宪法，就它背后是有一种力量支持的。当然包括日本国民在内，大多数人是反对安倍晋三这么干的，因为包括日本人来讲也不希望日本再重蹈战争的覆辙。你看日本国内一小撮狂热分子在这鼓噪，但是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你安倍这么弄，这岂不是又要开始一次军备竞赛了？日本现在本来它的经济实力就在下降，它整个的经济增长是很低迷的，你不好好把精力集中在经济上，你又去搞军事，这是日本国民不满意，认为你是安倍抛出所谓的安倍经济学，现在要转到安倍军事学上，这是不符合日本国民利益。所以眼下来看，安倍这一招是不得人心，但是他背后有着很强大的力量在支持，而且他这么做的目的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味是非常强的。你看他改造的这个集体自卫权的解释，这个解释其实呢它是很牵强的。你包括说日本本国受到攻击，这正常了，这以前就是个别自卫权，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，那什么叫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？这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利益，比方说自由、生命、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影响到日本的安危，这个解释起来太宽泛了。他这个解释的权利是在日本政府手里，我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。